我内心很纠结，因为我知道，您是不是就是表示过去发生打我的，我觉得来历应该是拜师，我特别想拜，但是呢，我就是只敢我不记得，我觉得今天是无所不在的，那我们都是一体的，无所不在的，在哪都不可能的，但是我就是，就可能是。观念之间，我很不喜欢那种形式。形式上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很繁琐，心里觉得很累。然后我的精神在这里头，现在你还是在学，因为我们刚开始学基本上偏重于设计是空，因为我们就是大家由于执着了嘛，就很对这个世界实有的东西都实有，佛说这一切都梦幻泡影嘛，形式上的东西都是虚妄的，是吧？这个是让你入道的，让你就是说以这个方法来去破执着的，其实到最后空就是色，色就是空，这个是色空不二的，到最后形式就是空性啊！你在只要在时空里边都是形式，除了形式你能找到一个空吗？除了虚空，如果没有相怎么能实现空性呢？所有的相都是空性啊！你要在时只要有时间空间，在任何一个时包括在极乐世界，空性也是以相来实现的，是吧？所以师徒是个相，知道吗？师徒不是心，心在哪里？心是相，明白吗？就是当你破尽一切相的时候，一切相都是心，就是一切心即一切嘛，破戒相即一切法嘛。等你圆证的时候，你看所有的佛菩萨，所有的你看观世音菩萨，所有的文殊啊，包括普贤，你看那些大菩萨都隐若延伸啊。你看观世音菩萨没有世界头上气得光光的，一般观世音菩萨都是他还挂着一身的珠宝，你看大部分佛像里面是不是，你看画的时候表示他的富有，因为众生的富有在心里，在人道，因为他是以人生视线嘛，众生认为富有就是有百宝延伸啊，每个毛孔每个汗毛都是宝，百宝延伸啊，那是智慧啊，智慧最富有啊，视线相嘛，智慧可以拥有一切，无所不拥有啊。但最终对众生来说，富有是什么？拥有奇珍异宝啊，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财富啊，是吧？但是你如果是那些相，你心中有撇弃的东西，那你已经偏了。你有一项能够扔掉的，你觉得，哇，这个珠宝我带着这个太俗了，那完了。你肯定撇，你已经，你的修行里边，你舍弃不了了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一个想不是空性，你有舍弃，你就已经不圆满了。没有一个想不是空性，形式上的东西，对，尤其修禅宗入门的，很多学禅宗入门的人很讨厌，从来不注重形式，什么都无所谓，知道吗？无所谓不代表你破尽了一切相。而在人道，所有的佛菩萨在人道的视线都是为了众生成道的，如果众生喜欢的相为什么不视线，所有的视线都是为了度众生，度脱众，就像众生执着嘛，他只要能破众生的执着，什么相都可以视线。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有32相嘛，视线众生，甚至很可能说视线成乞丐，视线成什么都可以，当然也可以视线成国王，视线成上师，世界成你的父母或者兄弟姊妹都有可能，只要能帮助到你，而这个世界你是无法脱离相寻找到空性的，你只能借相去借空性，你永远不可能证得一个空性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是说撇清了相，你想证得一个空性啊，那你就是证得一个虚空，因为离开相你永远借不到空性，所有的相都是空性，所有的形式都是空性，所有的关系都是空性，
包括贪嗔痴慢疑，包括你的欲望习气，包括你的觉受，都叫空性。你最终是破尽这一切相的执着分别以后，看到这一切相的时候，见佛，见相即见佛，见相即见如来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啊！见了那叶子，你才见空性。你见不到叶子，你在虚，见到虚空也见空性一样，虚空也是个相。离开相，你怎么见如来啊？不，先开始你是要放弃的，就是放弃你的执着分别的时候有所舍，哎，舍弃形式上的东西啊，舍弃一些，所以才有戒律嘛，要舍这个舍那，杀到淫妄酒啊，什么都要往下放，是为了你得定的，看清真相的，并不是说那些东西是邪恶的，或者那些东西不是空性，本质它也是空性，宇宙没有任何一法，包括一粒微尘都是空性啊，都是如来啊，本质都是如来空性啊。每一个老师，如果他是真的是在弘扬佛法的话，包括释迦牟尼佛，这创立佛教，他有他的视线，知道吧？他有他形式，比如他视线了阿罗汉的像，离情区域的像，他不是一大菩萨在家居士视线的，他视线了离情区域的阿罗汉像。他从出生，你看也结过婚，也生过孩子，家里有孩子嘛，是吧？他有罗诃罗，有孩子，然后呢，他又视线了出家，他在家像，出家像。婚姻在家出家，到最后生老病死原籍，他其实人力的所有的相他都实现了，基本上我们在一些修行的这些相他都实现了。但是你也知道，他一出生到指着天地说，天上地上唯我独尊，所以你应该在他的整个实现里边，历程里边，从他一出生到他涅槃，到他死亡，在他每一个结婚的相里边，生孩子的相里边，他娶妻生子的相里边，到他出家断弃发弃娶须发的相里边，到他最后得病的相里边，实现了被吃了，最后临终的时候他实现了病相嘛，他说我不舒服，肚子疼嘛，说是吃坏肚子等等，然后他死亡，还有他的衰老，你应该在每一个相里边借空心，每一个形象他实现了一个活生生的跟你一模一样的人。他在家，他后来出家了，他在家的时候难道不是如来吗？他生下来都说是天上地上唯我独尊了，所以在家他还是如来，他娶妻生子还是如来，他出家还是如来，他涅槃他病都是如来，如来一直在那里，在每一个生命的历程的，在每一支像里边，是吧？他创立佛教，宗教不是形式吗？为什么要形式，是吧？他难道不是来弘扬度众，他为什么要创立一个佛教？为什么要有佛像？那不行事吗？为什么要有生寺院？为什么要有经典，结集经典？我们可能说，哎，释迦牟尼佛不是希望这些的，是后来弟子们搞的。但是请问，2600年了，如果没有佛法僧，没有佛像，没有僧人，没有经典，佛法拿什么传？我想，请问拿什么来传承？你的心法靠什么来传？今天我们看到寺院的时候，看到僧人的时候，看到佛像的时候，是不是想到了佛？触相触缘，那叫缘起，知道吧？触缘你才能想到佛。你进了赌场肯定不会想佛菩萨，一般求佛菩萨也是让我赢吧。但去寺院你是双手合十，不是忏悔就是叩头，那叫触缘，知道吧？能触缘，你的心才会往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你的心怎么想，你才会往那个地方想，往佛法这块想，求解脱，是吧？才恐惧轮回等等。所以形式非常重要，知道吗？形式有传承的，有些形式，上师的弟子也是一样的。其实这个拜师这个事情对我是，我也是很不屑的，知道吗？我也问过我的老师，我说，哎呀，大家过来平等的教授就行了，因为你看你就算是你没拜或者他拜了都一样的，你问问题我说就行了，拜个什么师啊，是吧？这不折腾吗，是吧？而且在中国国家的这个国情下，其实拜师之受苦这件事是，尤其你在家的，是吧？你出家人嘛，大家称个师傅，你在家人，这个我觉得，反正我是心里是觉得真的是没必要。刚开始真的我都觉得没必要，因为我会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，无所谓他是不是我的弟子。
是吧？而且有的人拜完师，可能一生我就拜师见一次，可能一生我再不再见面了，啊，他可能在国外很遥远的地方，他走了再不见面了，只是结个法缘而已。